们说，这块种的是辣椒，这块种的是玉米。我叫中间老师豆儿，俺又不是硬汉，这东西俺都认识。我说你认识，我是人一说说。俺老板在这儿。老板，有人吗？那个，咱下去看看。采袋是防雨，你老去倒。不是，还弄了有稻草人儿啊，雨衣，你看打的好看。他说二是，过去的都是搁这看，今朝都是大二，搁这会儿有个着落，要是阴天了有个背雨的，今朝人都素质高了，没人来这摘。嗯。上手我都不打倒去吧。Yeah. 找去吧。当当响吗？哎，你姐摘了，能给它往外拾着。好。低一点。好。哎。一当当响。你这种了有多少亩呀，姐？有五亩、四亩。也不少种。那长那长的也不也嗯。得要几个呀？得了三个了。能看没？恁俩。这咱瓜多少钱一斤呀？这瓜给算一块钱一株了。我也不要那贵的，我刚下来俺就批给人家都得一块钱一斤。主要他们开远的这种。我这么着呀，哥？有啊。再几个？搁这咱先吃。就是猛一下，俺不敢过去。这是瓜园店藏的瓜，不是。这瓜呢，开开都不一样。拍着闷闷香，它都是沙仁儿啊。像它拍着腾腾香，它做的都是碎仁儿，脆的。哦，这个做这个沙仁儿。闷闷香，闷闷香，竹藤香，就是不一样的，是吧？走吧，赶紧。做这个水肉。哈哈哈！你不的嘛？乱吃了呀，这。那不不过去看看啊？哎，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哈哈哈！这个颠过去，这个落落都落过去。把音响放不放？衣裳你那衣裳不包黑了。慢慢搁上，这是搁三轮车上，走过去了，慢慢的走过去了再说。我说我还有一个。哎，这个木子了，我这个还有木子了。我七斤。斤62斤，60斤算了。哎呀，哎呦，没事，一俺那到地头去了，已经。我这包有零的，没事。看看这啥的啥不？哎呀，这啥人？哦，啥人？就是啥人？啊，我跟你说，要啥人都是啥人。多熟，你看看子的。就是。能找出来熟的，我没有。哎，原来那种找的少了。甜着的。甜着的。可甜着瓜。啥人？啥人？那水人？水。这儿拿个刀拧开，就这都可得。我还不想光吃，我不吃，我天天就接不住你。我那边还有黄肉的，黄肉的那边有十几，有百十颗，黄肉比这还好吃，那是奶油的。叫你姐吃，她也不吃。我不吃，因为俺那得守着的。好好，走吧，没事，早回来弄那个，就给你拿着，就调香头。说我的大，好了，俺那个西瓜买好了，搁这瓜园就摘的都是不一样，都是搞爱点心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关注西瓜视频牛不拉，我们下期。
期视频再见。